应该是八路梦见了，那你还不快去追？是，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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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李司令，还是？ 外面有情况，外面打起来了，是不是咱们的人摸进榛子里了？应该不会，没有接到大队长和上级的命令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这样，你们两个出去看看情况，如果确定是我们的人，想办法接应一下。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过动身份。
肯定会出问题，不能恋战，跟我走！走！王爷，赶紧都给我追八路，快！ 大秦，你跟着我们的，把他轰了，鸭子楼，轰起喽！嗨，你走开，快，包围他们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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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，快，快！这边。 打死他！快点！小哥，快点！我拉不下。快点！你们看看两边，要仔细啊！这边。 你俩在这儿阴里待命，快！快！你好，一队。 走，你去赶从哪儿走？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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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快！兄弟们，给我走，快！太君，走！太君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哥，都是在可帮你。 今天在干什么？我不知道今天吃什么，吃坏肚子了。这一晚上一直在窜稀，这刚从茅房又回来。马上带上你的队伍过去支援。嗨！ 外面什么情况？鬼子正在到处查街，一堆鬼子被我们开枪引开了，好不容易才摆脱掉他们。走，进屋说。
王座、診察で襲うたのは誰だか分かるか。それは八郎の奴らに決まっています。石井君、昨夜の捜査で八郎や小児分子を捕まえたか。報告します。一人も捕まえていません。奴らは逃げました。リーさん、ゴーキョウ君は何を知っていた。李队长，那太君问你，你的黄协军昨晚干啥了？回太君，昨天晚上听到枪响，第一时间我就派出了一个小队的兵力，协助侦缉队，还有皇军搜捕地下分子。这个情况，狗队长还有石井太君都了解。哦，私と石屋少佐も知っています。はい。少佐、李隊長は確かに我が偵察隊に協力し、八郎と抗日分子を探しています。重視ですよ。八郎と抗日分子を探す？どこだ？行くも待ちで賭けも勝ちもなくいろいろやってくれたな。何もできないのか。報告します。見張りの兵士に聞きました。昨夜は有償所に出た人はいませんでした。ゴーさん、少佐、診察隊の人員補充しろ。来人呐，给我把这尸体给收拾了。后面跟上，走，站住！兄弟，干活，过来！杨明珍，我没有。八哥，过来！等一下，你得，杨明珍，走！天主，我说说你，这事儿多悬呢 啊！就那么一会儿你都等不了，要不是表哥及时出现，你们俩都得死到那个侦缉队里，差点连表哥都给害了。都怪我，可我错了。要不是我弄出动静，也不会有那么多事儿。说不定狗子王那个杂碎咱早宰了。你这不是？你去！你手剁了有啥用？狗祖让能死吗？咱要剁也得剁他的手。把那手留着。别着急，这次宰不了，咱下次一定能给他宰了。这事儿出来以后，全镇的风声更紧了。狗祖望这畜生肯定狗急跳墙，往后咱们仨还得谨慎着点，在没打听出狗祖望下落之前，咱们仨哪儿都不能去。天柱，尤其是你。快快点，快点，兄弟，快修灯那个，快点的，快快快，抓紧。
哎，队长！来了，队长，你找我。您看看，这啥东西？这不是箭头吗？箭头上有啥？瞅见了，天字，队长。我不认识字儿是吗？我问你这是啥意思？这天字是啥讲的呢？这天字呢？说，让你们这帮蠢货吧，天天的。有了，队长。这一准是猎人留下的字号，要不就他名。咱这三乡五里可净是猎户。对，告诉你啊，哎，循着这个箭头，挨家的给我查铁匠铺子，一定要找到这个人。找到他，说不定就能查出八路和游击队的下落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队长。明白了还不快去？是，队长，滚！哎。你咋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你也不请我坐坐？啊，你快坐吧。你也坐呀。站着就行了。你怕我不成啊？你赶紧坐呀。没有，不怕。来，你先喝点水。啊，你来有事儿啊？昨天晚上，镇上乱成一团，我听见好一阵子枪声。是不是你们看的？是。我一猜就是你们，我怕你们出什么事儿，今天过来看看。你看，有啥事儿啊？这不好好的吗？没事儿我就放心了。你快坐呀。啊。哎，你看，我给你新做的衣服，有鞋子、衬衣，哎，还有这个外套。我有衣裳。穿不着，你还是拿回去吧。给你钱你不要，特地给你做的衣服你还不要？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必须要，快给我穿上。来，这个呀是新鞋，你试试。还有这件衬衣，来穿上试试。你看多合身。哎，惠梅，我现在就不试了啊。这衣服我留下，指定穿上。你赶紧回去吧。现在外边这么乱，少出来。你也知道乱呀，所以呀，你以后不能一个人蛮干了，这样太危险了，我会担心你的。你答应我。哎，哎哎哎！别打了，老总。哦，这铺子你的？哦，是。有良民证吗？有。老实回我话，认不认这钱？老板，哟，二刘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打点箭头。
你快走吧，侦缉队正抓你们呢。侦缉队抓我们干啥呀？别废话了，你再不走就走不了了，快走。别动，别动。哟，你们干啥呀？干啥？侦缉队呢？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侦缉队抓我干啥？少废话，赶紧给老子走，要不然毙了你！押上，放开！给我老实点！快点，走走走！我跟他不认识。快点！过去猎户们都是给我送皮子，没人给我念叨过这玩意儿啊！这箭头上打着天字儿，谁知道他是谁用的呀？你说这天字儿，这是啥玩意儿？这你问我，我他妈问你呢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可放明白点，知情不报，我他妈封你铺子，我抓你下大狱，听见了吗？俊爷真的不敢呐，这真的不敢呐，咱可是规规矩矩、实实在在的买卖人呐。买卖人，他妈买卖人！走。队长，抓到一名可疑人员。怎么了？快走！小山刚刚从军分区情报科传来了最新指示，日军马上要开展事关无人区的行动，让我们密切关注，搞清楚敌人行动的具体计划，火速上报。敌人目前正在加紧修建和磨盘岭无人区的外围据点，派重兵保护通讯线路，目前还没有其他行动。这说明敌人的准备工作已经成熟了，我们马上要行动起来。但这敌人下一步究竟是要干什么呢？这样，我利用给野村送药酒的由头去会会他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蛛丝马迹。太白人，可千万要当心了。放心，我的脸上有没写着八路两个字。你们没轻没重的，把人打成这样。兄弟，你说你何苦来的呢？你早点交代了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啊，你问过我什么呀？
祖宗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！爷，来喝点水，没事儿您老就歇着啊。这菜一会儿我来弄。摘个菜又累不着，老在屋里躺着成什么了？哪儿那么娇贵？店主啊，爹问你点事儿。你们三个是不是趁着天黑就出去杀小鬼子去？哪有啊？还瞒我？祥子都跟我说了，他没事就在那练扔石头。我问他干啥呢？他说练准头呢，扔手雷炸小鬼子，说他炸死好几个了。爹，你也知道，兰香、兰草，还有我爹、虎子，全村117口子。全让这帮畜生给害了，所以这个仇我得给他们报。是啊，店主，记住了，咱们的亲人，村里的人都是咋死的，这个仇咱们一定得报啊！爹就是岁数大了，我要是再年轻几岁，我跟你们一起干。店主，哎，爹得嘱咐你几句啊，这哥几个都跟着你呢，处处进进的，得多加小心呐，啊！爹，你俩放心吧，啊，一会儿把水喝了。祥子，哎，你先把那玩意儿放下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哎，你说的，哥，我错了。我现在接着练去。我说的是啥呀？啊？你跟我老丈人说啥了？咱杀小鬼的事儿，你能跟他说吗？你跟他说啥呀？啊？他好不容易过两天清醒了，站住！你啥意思啊？啊？杀小鬼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？我爹都多大岁数了，踏踏实实刚过几天日子，你让他知道多揪心啊！他老问我，我秃噜了。问你就说，我让你死去你死去不？我死！哥，你别再提我了，我现在就去死。我死。哎，你给我放那儿，别动！我姐给你的吧？我姐对你真不赖呀。祥子，我正事还没跟你说完呢，你把东西给我放那儿，别跟我瞎咧咧啊！哎呀，我这个姐呀，也不知道给我做身心衣裳。祥子，你把你那臭嘴给我管好了，这些东西都给你了，管好了。我姐给你的我就不穿了，都你的。
他の研究員はいつ来るのか。他の人にはすでに県政の旅団部におり、明日ここに到着します。よし、おのく。はい。中島さんと研究員の安全を何があっても必ず守るんだ。はい。おのく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こちらこそ。ホームベース、孫さんが来ました。入れろ。はい。一宮、部屋を案内しろ。はい。慢走，太君。太君辛苦。孙子。啊，野村太君好。请坐。哎呦，野村太君的气色好多了，不过就是还显得有些疲惫。孙子，你的判断很准确，最近非常的繁忙。哎呀，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才是啊。我最近啊，为太君您新研制了一款药酒，具有补气安神的功效，您可以喝喝看。哟西，孙子，良心大大的好。生意好吗？哎呀，托太君的福，生意还好。只是太君，您近些日子也不来光临视察了。我今天来啊，一是给太君您送酒，二呢是请太君有空啊去喝酒。我一定会去的。刚才那位是您的日本国亲戚？你说的是？啊，就是那个穿着西装、戴个眼镜，很斯文，下边有朵小胡子那个。啊，不是，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工程师。工程师，哎呦，那是大日本帝国的人才，有机会可以去我的酒楼，我请他咪西咪西，尝尝中国菜。好的，能在榆树镇结识孙桑这样的中国朋友，我得很高兴。谢谢太君。報告です。旅団の電報です。太君。您公务繁忙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先告辞。好，孙子，你得慢慢行路的。哎呦，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，告辞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最后问你，说不说？不说是吗？啊？我说呀！我说，大夏的人叫杨天柱，他叫他大夏皮瓦，大夏皮瓦哈。天柱，出大事了！出啥事了？你使的剑箭头上是不是带了个天字？是啊，被狗祖望这小子发现了，他派人守在雨季铁匠铺门口，结果把柳氏国的猎户马儿龙给抓了，还上了大刑。啥？那还愣着干啥？走去铁匠铺。哎呀，你等一会儿，人都被抓到侦缉队了，上哪儿去找啊？你咋知道的？你俩先别急，听我慢慢说。哎呀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赶紧说。我刚从英杰表哥那儿回来，马二龙可遭大罪了，大腿还挨了狗祖王一枪，于掌柜的也被他们抓起来了。英杰表哥特意交代，这几天咱们千万哪儿都不能去，就在家待着。天柱，我问你，你到底在没在雨季铁匠铺
打不打天子的箭头啊？我所有箭都是在那儿打的。完了，于掌柜那人胆子一向小，一吓唬他准从。咱赶紧合计合计啊，一会儿说不定那狗杂碎狗子旺就带人来了。我就说吧，狗祖要多活一天，就得接着祸害人。我不能再留着他了，就是跟他一块死，今天给弄死。你先坐下，表哥说了，这几天哪儿都不能去。那怎么办？马二龙不救了？马二龙是跟我们一块长大的。我在想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能被人抓走吗？救肯定是得救，咱得商量商量。你们俩等我，我出去再探探情况。你别愣着了，赶紧打他去吧。嫂子，抄枪。哎，这是盒子炮，是英杰表哥给的，我放这儿了啊。队长，真没想到于德水是个怂蛋，刚一上井全招了。那个叫杨天柱的猎户就在大邱平行，咱赶紧报告野村太君去吧。屁！你个狗肚里存不住二两香油的货，你到嘴边的大鱼舍得让别人叼走啊？你个蠢货！那，队长，那你的意思是，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之前在镇上几次刺杀皇军、袭击据点的，就肯定是有个叫杨天柱的猎户。这小子我在枣树村见过，还交过手。咱之前清剿枣树村一锅端的时候，没找到他的尸首，我就怀疑了，他跟八路和游击队肯定有勾当。队长，你说当时他能不能是没在村里呢？这么着，你现在集合所有弟兄，派两个人看家，其他人跟我去大兴皮货行抓杨天柱，还有那个叫王大兴的掌柜的。抓住这两个人，连人带赃咱们运送到据点，交给野村太君，咱就发大财了。哎呀，队长，你真是神机妙算，这叫智慧，学着点儿，知道吗？明白。到时候我跟野村太君说说，咱们也去一个松培酒屋去乐呵乐呵。快，抓紧吧！现在就去吧，队长。快快快，抓紧走。快点！都给我听好了。今天晚上，侯三带十个人封住前门，其余的人给我冲进后门。目标大兴皮货行，活捉这几个抵抗分子，抓到后直接送到太君据点。听明白了吧？明白。出发，加油，抓！走，跑步走，快！哥，咱能不能不等大兴哥了？再不去救二龙，二龙真被他们弄死了。你别急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炸雷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带上了。强子，我跟你说，这回咱就是搭上命，也得把狗祖儿干了，把二龙救出来。啊！
太君们杀得过瘾吗？你看是你自己动手，还是让我的兄弟们动手？